桃酱啊，哈！民众一起床就冲彩券行，因为威力彩连杠二十一期，上看4.7亿，相当具有吸引力。越级大概成长3成左右，这有时候是碰运气。看一些自己幸运的号码。民众除了选号下功夫，还有人随身携带开运小物，招财配包全使出来。iPhone 的仔，阿姨的仔，对不对？你带六款。专家更是曝光好运生肖吉星座，牡羊座天秤座、金牛座和水瓶座有机会，而属猴和蛇虎猪的人也上榜。专家建议可以带糖果、水果拜太子爷与齐天大圣。另外也能从衣着搭配下手。身上带一点金饰，不要穿黑色的，尽量有一点鲜红的颜色。此外，上午11点到下午1点，以及下午3点到晚上7点，则是买彩券的好运时辰。耳朵代表福气，
梦，过个好年。记者韩志信、王世涵 S3G 小组台中采访报道。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，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